这边。这位便是传说中的纪家少主。我是白蕊儿，是他的舍友。哈，小爷也有传说了。哎，今后都是同业，遇到什么难处尽管告诉小爷。喂，好大一只鸟飞过去了。说起来，明庸的开学祭礼向来是书院中的三年学子共同参与的，今日说不定便能见到那位传说中的陈王殿下了。你知道的传说不少嘛，陈王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书是说明拥有皇室子弟，指的就是这位小王爷吧。当下明庸之中的皇室的确只有这位陈王宣望君，但此前不少皇室都在明庸就读过，比如陈王的堂姐朝阳大公主，我们院长也是大景第一贤王，总之皇家书院实至名归嘛。据说两年前陈王随楚家蜀中军出征大捷，却辞谢了封赏，自请入明庸，欲与大景的国中栋梁一同逐击。皇室子弟尚有如此踏实心志，我们也要为了大景更加努力才是。不是说皇室子弟在明庸也是一般学子？哼，看你们这样子，这小王也很难在这里做什么一般学子吧。这么说，陈王向来独来独往，在书院中只与楚瑜交好，或许也是为了不让旁人因他的身份为难吧。时辰是不是有些晚了？怎么还不见师兄师姐和先生们？不会是出了什么事情吧？这书院里里外外被围得严严实实，连块柿子都扔不进来，能出什么事？不好了！不好了！陈王遇袭了！怎么回事？是什么人敢在这样的日子在明庸书院做出这种事？等等，陈王遇袭，祭礼还要举行吗？还是说我们可以先回去？谁也不许走。楚家军，明庸书院之内怎么能带家将？陈王遇袭事关重大，院长特许我楚家军来协助调查。那谁也不许走，又是什么意思？哼，又是你，不让你们走，就是因为你们都有可能是暗袭陈王之人。祝同业，此处皆是有名有姓的世家子弟，你怎能说出这样的话？哦，你是心虚了。简直欺人太甚！师兄应该知道明庸是什么地方，怎能这般带兵围书院，让一群世家子弟蒙受不白之冤？不必装作世外之人，谁知道你们来这里之前都做过什么？此事尚无证据，楚师兄为何句句归罪于我们？若你们当真无辜，不如现在就将袭击者找出来，如何？这是什么飞来横祸？不讲道理吗？没错，今日在此的都是各大世家最出色的子弟，大家可以共同寻找线索，为宣师兄查明真相。
你们想知道什么？请陈王殿，宣师兄告诉我们您遇袭的具体情况。今日晨起后，我在书院后山练剑，一支弩箭射来，我受了些擦伤。宣师兄语焉不详，让我们如何查起？此事多说无益，若你们疑心，可以从我的伤查起。成王殿下身上的伤，这不好查看吧？看起来挺严重的，怎么没包扎过？我也曾为家中将士疗伤，让我一试。两位女童宴或有不便，在下家中世代衣冠，不如你来吧。看完没有？看完就回去。花学子，伤口可有异？如此看来，要先确认这剑从何处而来。宣师兄，可否再详述受伤之地？我说过，后山。故弄玄虚罢了，也就是你才愿意管这种没意思的闲事。我家世代为宫廷画师，花学子要做什么？啊，我明白了。一来，袭击者所在的位置只剩三个可疑地点了。哇，也就是说，弩箭射到后山的路径上不能有障碍物。还有一处待查之地。哎，那个，等一下，提醒你们一下，这位小王爷身上看着吓人，但都是假的。啊，假的？那是什么？哎呀，这种把戏小爷儿是玩的多了，糊些假东西在身上，假装伤得重些，就能多逃两天课。雕虫小技，瞒不过我的眼睛。但季童燕这么一说，这事就更蹊跷了。
楚师兄，我听说过他为人冷硬，但今日之事简直就像故意要找我们的麻烦。所以说这事已经差不多弄清楚了。哎，我对这种虚张声势的把戏没什么兴趣，就不去凑这个热闹了。是什么意思？季童燕、花童燕，我们好弩。等等，弩箭？难道这就是袭击成王之人？哎，谁在夸我？花学子，你怎么来了？还带了这么多朋友？今天不是有什么祭礼吗？你们怎么摸到这里了？这位司空先生和我一样是月亮人士，机关术远近闻名，制品千金难求，但他无心名利，只做了书院先生。都是别人起的绰号，我只是喜欢摆弄这些机关罢了。哎，你们来寻我何事？星辰，我倒不大记得时辰，除了方才去取材料的那一趟，我一直在这里制弩啊。制作新弩当然要试箭了，天亮了怕伤人，只能朝天上射。可院长说夜里宵禁，后山无人，我就在夜里向后山试射了。先生，您的新弩怕是要烧起来了。哈，怎么了？哦，对了，你们是新生，可是要新武器来演武。哼，为这种事倒也不必打起来。除了弩箭，我这还有……还在装糊涂？你便是谋害成王之人，我们在后山找到的凶器就是证据。的确是我的新剑。等等，这上面粘的是……司空先生，就此认罪吧。啊，认什么罪？等一下，你是说这剑射中了宣雪子？环童燕且慢，司空先生是我们月亮名士，向来无心权术利禄，断不会做出谋害。哦，那一株雪子之剑应该如何处理此事啊？自然要严加处置，皇室血脉乃大景根基，皇家祖上便护卫高祖，意图对皇族不轨之人，我等定不相饶。这位花学子，你看啊，童燕，此事必须速决，你若不让开。到此为止了。
啊，是当朝首辅林夜如。诸生辛苦了。院长，测试已经结束，有劳你了。测试？什么测试？此番陈王遇袭之事，是院长为诸位新生设下的迎新之事。今晨明雍二年生宣望君于后山练剑，为司空先生的弩箭所伤，但玄学子很快厘清其中原委，得知司空先生是在试弩。玄学子练剑之时，宵禁尚未结束，自认也有错，便将此事告知院长，不愿打扰司空先生最新制弩之术。只是院长认为此事来得巧妙，恰好可对今年新生施以小策，让诸生切身体会明雍院训。敢问院长，此番测试测的是什么？此番小试分为三环，第一环乃明理，明雍之中只论学理不论朝理，此乃明雍第一训。宣学子要各位验伤时便已以身试训了。第二环是明心，考验的是学子临危之志，诸位能冷静观察分析出可疑之处，表现不错。而这第三环便是明智。明雍院训，明智以修身，雍和而正道，如何对天下怀抱雍和之心与众生共处。唯有通过此番小试，才能思考何谓明雍学子需秉持的正道。啊，林首辅，此番明雍新生小试观感如何？有些小题大做了。时辰不早，首辅大人可要参加我们的开学祭礼？院长所请，确实不恭。反正此时回宣京车马拥塞，祭礼之后不如留下共同午膳。我在后山侍弄的菜园今春长势不错啊。昨日教你读的诗可还记得？众人都说首辅大人为人冷肃不近人情，今日看来对院长倒还算客气。你怎么了？结束了？可有什么有趣之事？你们难道一早就看出这是场测试？不是很明显吗？这书院管制的水泄不通，又有冤亲王这所谓的大景第一贤王院长压阵，那个二年生算什么？再说山门外头谁看不见首府的车马？他一声令下，大理寺不到一炷香就赶过来了。
今日我等与诸生在此共行明庸书院开学祭礼，世人皆称明庸乃大井第一书院。多年以前，曾有新生问我，明庸何以称这第一？是否因皇家之力独占冠冕，又或是网罗世家权贵之子，因势袭权，以此道名？彼时，我也问他，你为何来明庸求学？而这两问，本是同一个答案。今日，你们以明理、明心、明智。来日，我希望你们能在这书院之中，自己找到这个答案。听说今年院长大人玩心还是很重呢，借此看看他们的反应，不是很有趣吗？哦，已经开始了。我错过了什么？竟然被你发现了。